今次会讲下日文里面日子的数法。首先看下前日怎么讲 ，day before yesterday， 我哋会讲做おととい、おととい、おととい。至于琴日，我哋会写成昨日系昨日、昨日、昨日。今日系今日、今日、今日。至于听日系明日、明日、明日。后日系明後日、明後日、明後日。睇翻日子嘅数法，日文里边一至十号嘅数法全部都系不规则嘅。首先第一个一号会系一日、一日、一日。至于二号系二日、二日、二日。三号系三日、三日、三日。至于四号都系促音嘅四日、四日、四日。五号系五日、五日、五日。六号是每日、每日、每日。七号是七日、七日、七日。八号是一个长音的八日、八日、八日。至于九号好像椰子那样 coconuts 那样，它会读成九日、九日、九日。十号是一个长音的十日、十日、十日。由于一至十号全部都是不规则的，那可以讲到给你听共通的点就是全部都是卡结尾的。卡结尾除了一号之外就不是卡结尾了。而另外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譬如四号是肉卡，八号是肉卡。能力史里面次次都会考四号和八号的分别。至于三和四都是有促音的滅卡、肉卡。二号和五号都有少少似，一个是二日，另外一个是五日。二十号都会好似嘅，会读成二十日。二十日。至于其他嘅讲法，通常都是加翻日子，加翻个日字落去就 OK 啦。譬如十一号会是十一日，十一日。十二号都是啦，十二日。十三都是十三日。咁至於要留意嘅地方啦，就係十四、十七、十九同埋廿四、廿七、廿九都會有少少唔同嘅。譬如頭先我哋睇過四號係肉卡，肉卡。十四號會係豬肉卡，豬肉卡，好似豬肉咁樣喎。而廿四號係呢豬肉，呢豬肉卡嘅。咁十七同廿七，我哋都唔會用 nano 卡或者 nana 咁嘅講法，用翻 chi。所以十七是十七日，而廿七号是二十七日。咁至于九嘅话，十九、廿九，我哋会用翻 ku， 唔会用翻 q 嘅。十九日同埋二十九日。咁其他咧，我哋都系会用翻普通嘅数字加日子。譬如睇多个三十一号系三十一日嚟嘅。即是总括来讲一至十号全部都是不规则的，那二至十号呢全部卡结尾。至于打后的除了二十号是这么特别哈斯卡之外，那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数字加日子。那要留意的就是十四、十七、十九和二十四、二十七、二十九。如果你想按回来重温这些日子的发音，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.todaimai.com。